很多人说十个男九个肾虚，我们可以发现肾虚病正在男性当中的出现频率很高，这和男性日常生活习惯的有很大的关系。大部分男性因为工作压力大，平时爱熬夜，应酬烟酒多，房事过度等主要原因导致肾虚。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成为导致男人肾虚的主力军。肾脏一怕，盐和高蛋白食物，高蛋白食物的摄入并非越多越好，长期高蛋白饮食会使肾脏处于超负荷状态。另外，饮食过咸也对肾不利，中医讲咸入肾经，适量盐可补肾强骨，但盐分过多会导致血压增高，使肾脏血液不能维持正常流量，从而诱发疾病。肾脏二怕纵欲，中医认为肾藏精，肾精是生命的根本，肾精损伤必然会影响人的寿命，而房事不节最易伤肾或导致肾虚，所以一家无不强调戒色欲，戒防劳。肾脏三怕惊恐，惊恐过度会耗伤肾气，使得肾气下陷，二便失禁，遗精滑泄，严重的惊恐严重还会导致人的死亡。素问里说，恐则气下，恐惧伤肾，精气不能上奉，则心肺失其濡养，水火升降不交，可见胸满腹胀，心神不安，夜里不能睡眠等症状，引起失眠。所以林书里说，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肾脏四怕长时间憋尿，有些人因工作忙而长时间憋尿，尿液在膀胱里太久很容易繁殖细菌，细菌会经输尿管逆行到肾，导致尿路感染和肾盂肾炎。这类感染一旦反复发作，能引发慢性感染，不易治愈。患者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痛、尿频尿急等症状，还可能发展成为急性尿毒症。肾脏五怕饮食偏咸，水分不易排出。我们饮食中的盐分 95% 是由肾脏代谢的，吃得过咸，肾脏的负担自然加重，再加上盐中的钠会令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又进一步加重肾脏的负担，从而导致肾脏功能的减退。同时饮食过咸会导致血压升高，肾脏血液不能维持正常流量，从而诱发肾病。建议每天摄盐量控制在6克以内。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的身体可以谈人生。话说男人的一生当中，在20岁至40岁是肾气的顶峰时期，身体各方面的机能都处于最佳状态，但到了40岁以后是衰退期，尤其是对于肾不好的人，腰部一般都不好，肾经亏虚引起腰部的酸痛，还有的甚至对着电脑一坐一整天，其实很伤肾的。肾藏有先天之精，胃脏腑阴阳之本，肾脏作为我们的重要器官，在体内承担着清除废物、生成尿液、维持水平衡的重要功能。肾不好易衰老，人易出现白头发、水肿、没胃口等，看上去要比同龄人老10岁。肾的问题永远都是男人逃避不了的世界难题，肾虚的人实在太多了，甚至有媒体报道中国男人 90% 都肾虚，都需要补肾。那么肾部保养手法或者方法是什么呢？每天按摩三穴位，固精护肾，涌泉穴，补肾固元的长寿穴。黄帝内经中称，肾处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涌泉穴位于脚底中线前1/3脚点处，即当脚去趾时，脚底前凹陷处，经常按摩涌泉穴，可激发肾经的精气，疏通肾经的经络，调和肾脏的气血，调整和改善肾脏的功能和机能活动，使人肾精充足，耳聪目明，精力充沛，行走有力。将拇指或食指的指端放于足心涌泉穴处，来回按揉，每天揉100次为宜。关元穴，小小畅之气结聚此穴，并经此穴舒转至皮部，它为先天之气海，是养生吐纳吸气凝神的地方。古人称为人身元阴元阳交关之处，老子称之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常常按摩有培肾固本、调节回阳的作用，能够阳痿、早泄、遗尿、小便频繁等症状。按揉法或震颤法，
震颤法是双手交叉重叠置于关元穴上，稍加压力，然后交叉至手快速的小幅度地稍下推动，操作部分时间地点随时可做，注意不可以过度用力，按揉时只要局部有酸胀感即可。神门穴，手少阴心经的原穴，位于腕部，按掌侧横纹尺侧端，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处。太溪穴是足少阴神经的原穴，位于足内侧内踝后方，当内踝尖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两个穴位，一个归心经，一个归肾经，这两个穴位配在一起按摩，就有交通心肾的作用。补肾最强法，男人的就肾稻草，每天一杯桑葚酒，七天解决难言之痛。桑葚俗称桑果，性寒，味甘，又补肝益肾滋阴的作用。如滇南本草云，桑葚益肾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秦王孟婴还说，桑葚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故肾虚之人，尤其是肾阴不足者，食之最宜。古人告诫离家千里勿食桑葚，是想在古代交通不方便，古人出趟院门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夫妻之间离别之苦是难以想象的。而这句话是古代人夫妻之间对出远门的男人一种的拉含蓄的叮嘱，一个提醒自己的丈夫出门在外不要多吃桑葚，会遇火上身，饥渴难耐，做出让人不屑的行为。由此也不得不佩服我国汉语文化的深奥。其实桑葚补肾是有科学依据的，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桑葚中含有大量的锰元素，是天然的雄性荷尔蒙，能强力促进性激素分泌，从根源上提高精子活性，增强肾脏阳气，长期食用有良好的壮阳效果，让你感觉肾重新回到18岁。桑葚酒做法，最好用50度以上酿制的白酒，一斤酒用三两桑葚，比例大概3:1。如果用绍兴黄酒，一斤黄酒用半斤桑葚，泡上一个月就可以饮用了。新疆因为地处高原，日照充足，因此出产的桑葚很正宗，药效很强。我自己也试过泡酒喝，500克泡5斤白酒，每天一杯，后劲十足，老婆都不敢让多喝。想要购买正宗野生桑葚买二送一的朋友，点击下面图片即可。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long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xcellent 仅1818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xcellent, 仅181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 PGC-CONTENT-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仅2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rep, PGC-CONTENT-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仅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 display.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F 85959 padding chop 18px line height 1em PGC-CARD-BO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近4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BO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O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 0 static.com.pgc.v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 PNG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